藕饼抢棒棒糖，藕饼又萌又可爱，哪吒的反应太真实了。随着藕饼的海盐珍珠棒大火，藕饼的棒棒糖被大家玩出了很多的花样。下面我们来看看，如果用棒棒糖逗小哪吒、小藕饼玩，他们会是什么反应吧。刚出生的小藕饼在哪吒怀里抢棒棒糖，又萌又可爱。藕饼抢到棒棒糖后，力气也就用完了，直接趴在哪吒的怀里睡觉。哪吒小小心翼翼地抱着他，生怕把他惊醒了。画面好有爱。反过来，换成敖丙变成大人照顾小哪吒时，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。敖丙故意用棒棒糖逗哪吒玩，就是不给他，可把哪吒给急坏了。哪吒看着糖却吃不到嘴里，直接开始咬敖丙了，样子很是凶猛的。敖丙被咬疼了，手里的棒棒糖也掉地上了。哪吒这反应也太真实了，对敖丙一点也不友好。